薛凯琪这天为最新的国语专辑拍摄封面，距离上一次发片原来已经有9年了，粉丝们应该全都变成长颈鹿啦。已经上一次发国语专辑都已经是9年前了，然后一直都答应了粉丝我会再一次发国语专辑。那所以最夸张的是这一张国语专辑其实是录了4年，那4年是有很多原因，是因为整张专辑的 producer 制作人是方大同，那他也很忙我也很忙，那所以约上对方去录音，大概可以每年录2首吧。那其他一个原因是大概6年前我就在红馆演唱会就开了个演唱会，然后我就很不听话，就觉得说我要赶快录，把国语专辑录好。那所以2场这个演唱会之后，改天我就立刻进录音室出录了2首歌，然后就让声带那个时候就坏掉了1年半。那一看医生的时候，他就是让我1年里头不要唱歌，不要就是老做访问，但我并没有听他的话，就我讲话都跑音了那个时候，但我一可以讲话的时候我就进就是录音室去录音，那所以好起来就好得很慢。那我也不想要就是普普通通的就出一张 EP 或者是1-2首主打歌而已，那所以就我觉得奇妙的有趣的地方是，这张专辑以后也许你买了你就可以听到就是4年前我的声音在里头，3年前2年前还有今年我也有录一些歌，那还有就是每一首歌我希望就是作为送给粉丝的礼物，是我希望每一首主打歌都有 MV， 然后大概一半的 MV 我会自己就是做导演去导，我希望可以12月中会出的成吧，这张大碟。这次找来 Fiona 的好闺蜜方大同来担任制作人，原来这样的合作还是第一次哎。两人经过这次更擦出了不少火花哦。因为大同帮我做监制嘛，然后一开头我跟他合作过很多次，都是他写歌给我而已。那做监制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的默契要就是要更好，但一开头有点不习惯，因为我是走 feel 的，他是走就是很技巧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说这一句怎么唱，你可以给我一个画面，给我一个颜色吗？然后他说给你一个颜色，什么颜色？我说你随便挑吧，他说那就粉红色吧。那所以就是经过这4年，我会越来越学会就是听技巧而去改变我的唱歌的方法，然后他也就是随着我的感觉他也会越来越懂得怎么去给我一个颜色一个画面，那所以这张专辑给我的经验是还蛮奇妙的。对，那大家到时候就要听听看这张新专辑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啦。香港报道。